以下这个动作是重心转移，患者站在一张稳阵的台前边，双手扶实，然后准备一张稳阵的凳放在患者身后，家人可以站在患者患侧的旁边，双手放在患者的腰间，患者双脚并排打开膊头的阔度，家人协助患者慢慢移动身体的重心，将身体的力踩在健侧脚，然后再将重心转移，将力踩在患侧脚，注意身体不需要有太大的幅度的摆动，动作重复十次。如果患者不够力企直的时候，家人可以用脚帮忙固定患者的膝头哥。以上的动作可以给大家重温，同埋喺屋企多多练习，到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身心愉快。